不是 cheese 啊？哎呀，差不多啦。哎，美丽，阿娇，这里的环境还可以吗？哥，我叫丽娇，叫阿娇好土气。哎呀，这么麻烦，叫什么不是一样？哎，你不喜欢叫阿娇，那就叫阿丽喽。我不要，舅舅啊，阿丽是马来人的名字、啊。那才好，马来同胞听了有亲切感啊，一切好办事。喂、哎，阿丽，阿丽爸爸，多可爱、啊！哎，五年了，一转眼就五年。勇哥，你千万别对未来绝望哦！现在的社会开放，可以接受坐过牢的人的，我也可以帮你找工作啊。不用，我前途光明，老大会照顾我的。舅舅啊，你这一次回来啊，家里多了一个人就不闷了。哼，我才不回家。为什么？你我笨啊，大姐根本看不起我，我回去啊要看她脸色。勇哥，我有东西给你。什么东西？我在庙里帮你求了一些福，有求平安的，有开运的，还有这个招财的，看你喜欢哪一个就带哪一个咯。阿丽，还是你对我最有心，勇哥会记在这里哈，以后我发财了一定会忘记你的。哎，过来过来，给这大龙虾这位小姐 OK。 喂，舅舅，您太偏心了。哎，再给多一只龙虾这位小姐了。索莉亚，我忘了小女孩发育时期要吃多点。咦，你的脸怎么红了？啊，没有啊，有吗？舅舅，你这牵着人家的手，人家怎么吃啊？啊，这不会是你第一次吧？喂，你有男朋友吗？不是吧？好，勇哥，我帮你找个好老公啊。不用了，勇哥。舅舅啊，你真的很笨啊，你到底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？你只要解释。哎，美丽，不要胡说。哎呀，不用不好意思，总之包在我身上啊。